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司仪朱玉兰，我现任香港粤剧学者协会理事兼宣传策略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京剧研习社主席。香港粤剧学者协会很荣幸得到香港公共图书馆及惠奕信勋爵文物信托的邀请，举办神功粤剧在香港的发展讲座。在2016至2018年间，香港粤剧学者协会得到惠奕信勋爵文物信托的资助，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香港神功粤剧普查。普查结果在2018年末举办的香港神功粤剧的浮沉讲座发表，并把普查资料整辑成书，名为《香港神功粤剧的浮沉》。这本就是我们《香港神功粤剧的浮沉》的书本，大家可以从中获得更多香港神功粤剧发展的资料。今日香港粤剧学者协会又再次同大家分享神功粤剧在香港的发展。讲座第一部分是有关过往和近年香港神功粤剧的发展，年轻演员的参与，以及展示戏棚的短片。而讲座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探讨受疫情影响之下神功粤剧的最新发展情况。以下来的环节是由陈守仁教授主讲的《香港神功粤剧普查2016至2018普查结果报告》。这个普查是由陈教授和湛太领导协会的同仁去做研究的。陈守仁教授是知名的粤剧研究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管理课程的兼任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教授达20年之久，现任香港粤剧学者协会副会长。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俾陈守仁教授。各位好，我系陈守仁。咁我好高兴咧，今日有机会同大家分享咧，就系过去几年间做嘅香港神功粤剧嘅普查啦。咁我从基本讲起啦，神功戏嘅本质啦，可能大家在座观众都会听过我讲过噶啦。嗱，好重要咧就系请戏班，就搭个戏棚，或者咧而家摩登啲就借个会堂啦。咁然後咧就係做戲嚇，演戲酬神。咁咁背後咧就係要神又要開心，人又開心，所以神人共樂。咁最重要嗰點咧，其實咧就係為神做一啲好事，即係所謂功德。咁所以神功戲咧就係咁嘅意思。香港嚟講咧有六種嘅太神功戲嘅演出嘅場合嘅，就睇佢咧究竟嗰、那個呢、这個神功嗰個性質係點樣樣。咁最常見咧就係神誕。誕的意思就是 birthday 生日，神誕就是菩薩的生日的。然後第二種比較都是常見的就是太平清照，就是一個地方做的一些道教的儀式的。跟著就是盂蘭節，就是盂蘭節是農曆七月的所謂鬼節做戲。第四種就是酬謝神恩，就是有些地方他會隔10年八年這樣就會請戲班做戲，就是酬謝神恩的。廟宇開光咧，就係一啲廟佢重修，關閉咗重修，起好啦，裝修好啦，跟住咧再次開之前咧，就係要做一個開光嘅儀式嘅。咁都會請道士做儀式啦，同埋咧會請戲班去做戲嘅。咁再第六種咧就係傳統嘅節慶啦。咁通常見到咧就係每年嘅正月15啦，元宵節啦。咁以前咧就係比如端午節啊，或者中秋節都會做戲嘅，但係呢啲咧好多年之前咧已經停止咗噶啦。香港的神誕最常見、最重要的就是天后誕，因為香港就是早期都是捕魚業是很重要的一個經濟命脈，漁民是香港人口裡面組成一個很重要的成分，他們都是信天后，亦都信紅聖，天后和紅聖都是保佑漁民的菩薩的。其他就比如大王爺、土地、福德公，其實都是指個同一個菩薩，就是個土地，是一個村落的一個守護神。咁其他咧就係同道教比較密切關係，就係北帝啦，亦都叫玄天上帝啦。咁啊，猴王啦、
侯王據說是真有其人的，因為他的保護宋帝來到香港，後來他成為侯王。關帝大家知道很出名，原本是一個三國時期的將軍，後來都是被奉為一個菩薩。觀音就是在佛教裏面很重要的一個菩薩，後來被道教都接受了。三灘國王就通常是香港的客家人，他們崇拜的，據說都是山神來的。譚公呢，就是又是據說呢，就是好細個已經有個法力呢，可以預知未來的。據說都是很多漁民呢是去崇拜他的。咁呢啲都是重要的神誕，各區呢都有地方呢，或多或少的地方，起碼一條村或者一個聚落呢，佢喺呢個菩薩生日的時候呢，請戲班去做戲的。咁好啦，請戲班做戲呢班人，這個族群，這些原居民，這個聚落村裡面的居民，就如果從我們人類學的角度去看，其實它是有不同的族群來的。其實就一般來說，說本地人的意思就是他們一早已經來了，可能是宋朝之前來了，那他們是最先來香港的，那我們今天就叫做原居民。那一般來說，他們都是住在圍村裡面的。咁譬如話新界五大族裏面姓文啊、姓鄧啊嗰啲就係呢個例子啦。咁其他稍遲嚟嘅、稍本地人嚟之遲少少啦，可能遲幾年或者幾十年。咁嗰啲人叫客家人，因為相對本地人嚟講咧，佢哋係客，佢哋係遲嚟嘅、遲嚟少少嘅咁。咁但係從今日嘅角度咧，佢哋因為嚟咗好耐啦，咁我哋都叫佢做原居民噶啦。咁咧本地客家人都係好重要嘅籌辦神功戲嘅一啲族群嚟噶。其餘就是廣府人，廣府人即係我哋呢啲講廣府話嘅人啦嚇。好啦，喺香港其他嘅族群咧，仲有咧就潮州人。潮州人佢哋做神功戲咧，就會請潮州嘅戲班噶啦，就唔係我哋今日討論嘅一個內容啦。咁啊，仲有學老人啦，學老人包括海豐、陸豐啊、汕尾、衛東咁，呢啲都係咧佢哋嘅方言咧接近潮州，但係唔係潮州，同潮州完全唔同。咁咧佢哋做戲亦都會請學老戲班咧做學老戲噶。另外就是有所謂疍家人，疍家人就是一般香港人叫他做水上人，他都是捕魚為業，而且他的特色就是在住在艇上面，他們說在街上面、地上面是沒有祖產的，跟其他的本地客家就很不同的。其實就香港很多地區，尤其是漁民的組織，他們籌辦天后誕的神功戲都是以疍家人為主的。根據我們過去的初步的調查，這些疍家人散居的地方，包括在長洲，長洲的西灣尤其是，在赤柱，甚至在石澳等等，都是其實疍家人佔的比重非常之大的。籌辦神功戲的工作呢，就簡單但是很隆重的。第一個就是要選出地方的代表，就是所謂的主會，通常就地方會揼杯，揼杯就是將兩塊竹片或者木片掟落地下或者掟喺台嗰度，咁睇下個結果點樣樣咯。咁跟住就選個地方代表咧，可能仲會揼杯咧，就選席嚟啦。邊個最多聖杯咧？聖杯即係話一個平嘅一個彎嘅平嘅彎嘅向上就叫聖杯啦。咁最多聖杯嘅咧，可能就係主席啦。跟住咧就一路落去啦。咁呢啲名咧係有變嘅，有啲地方叫做首總理、總理、副總理、席理，有啲叫主席。副主席一路咁落去啦嚇，咁啊點都好啦嚇，呢班人咧，呢班席理會咧，就係喺戲班嘅角度嚟講咧，佢就係主會啦。主會亦都包括咧，當然係成條村裏面每一個居民咧，戲班啲人都會叫做主會嘅。咁佢哋好重要一個任務咧，就係籌集資金嚇，資金使嚟做咩啊？就係請個戲班，好貴嘅，幾十萬，跟住搭個戲棚又好貴嘅。咁籌集資金嘅方法好有趣嘅，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方法。做會就是大家咧可以即係我哋細個做月餅會咁啦，可以供會嘅，即係你一個月供幾多錢，供到年尾咧，你就係主會嘅一個成員啦咁樣。咁啊，丁銀人頭銀咧就係你家一家，比如一家一户裡面有幾多人？以前咧就係男仔先係丁嘅，所以男丁。咁而家摩登啲男女平等咧，就係女丁都計埋噶啦。咁即係話咧，你一家比如有八個人，咁就要俾八個人嘅人頭銀或者丁銀噶啦。捐職咧就係咧，我捐幾多錢咧就成為主席或者成為大總理，即係可能有啲地方係有數計嘅，越多咧就係個職位越高喎咁樣樣。
早產咧就係頭先我講嘅嗰啲本地人客家人咧，佢哋一早咧啲佢係原居民啦，好早嚟到啦嚇，啲地係佢哋嘅。咁佢哋起咗啲祠堂啊，咁啊祠堂即係太公嘅供奉太公嘅地方啦。咁啊祠堂附近咧，可能啲屋都係太公嘅。咁呢啲屋或者田租咗出去咧，嗰啲錢咧就係所謂早產啦。咁咧有啲地方咧就係攞佢啲嚟請每年嘅神誕啊，或者打照嘅時候咧攞嚟咧請戲班啊、搭棚咁樣。咁另外散捐贊助都好重要嘅，就係任何嘅商户或者個人咧，如果佢哋想捐一千幾百或者贊助一萬幾千咧，都係歡迎嘅。咁敬頭聖物咧就喺地方啲居村民佢哋自己捐一啲，比如佛像啊、觀音像啊，或者啲走馬燈啊出嚟啊咁樣啦，呢個就可謂聖物啦。咁啊到聖誕嗰日食完飯咧，大家就敬頭啦，啲得到啲錢咧都係翻返去大會嗰度嘅。香油錢就係喺廟裏面嘅香油箱啦，成年積聚嗰個錢咧就係香油錢啦，都可以攞嚟做戲嘅時候用嘅。炮金咧就係搶花炮、還花炮嘅時候，咁啊每個炮會或者個人搶咗花炮咧，就要捐一筆錢出嚟嘅，跟住就可以將個菩薩咧個像咧就請翻喺屋企嗰度。咁啊呢啲捐出嚟嘅錢咧就叫炮金。咁即係話你有啲地方如果佢係花炮好多嘅話咧。咁佢從炮金嗰度收到嘅錢咧，就會好多嘅。咁但係我哋睇到咧，即係搶花炮活動咧，係一路咁樣，一路一路咁樣係萎縮嘅。其實係有啲地方話，有啲好似青衣嗰啲話，佢哋以前有可能五六十個花炮嘅嚇。咁每個炮都即係捐幾百或者幾千噶嘛。咁嗰筆收入好可觀嘅，攞嚟請戲班或者搭棚。咁但係由於咧搶花炮傳統咧，就係真係打嘅，打到你搶咗花炮舉起手咧，先叫攞到嘅。咁所以咧就係政府啊、警察當局咧都唔鼓勵呢啲活動嘅。咁所以花炮即係炮金呢啲係一個萎縮緊嘅一個籌集資金嘅方法嚟。咁啊賭檔咧當然都係政府唔鼓勵嘅，警察當局都唔鼓勵。咁啊呢個都可能係今日嚟講係已經唔係好興噶啦嚇。過去就係響新界啊、元朗區啊，據說就係有啲重要嘅太平清照咧，都會咧有賭檔嚟經營喺附近嗰度。咁佢哋賺到嘅錢咧，都係捐翻俾大會咁啊。當然一部分啦，唔係全部。咁賣戲票咧，就係而家慢慢越嚟越興噶啦，就係、是、好似一個半商業嘅性質。就以前嘅神功戲咧，據說咧好傳統咧，就係、是大家任何人咧都可以歡迎入座睇戲嘅，唔使錢嘅。咁而家咧，因為真係通貨膨脹啦嚇，就各方面嘅經費都係增加嘅。咁所以有啲地方咧，佢就覺得係通過賣票咧，就作為一個比較係有保證嘅一個收入啦。咁有啲地方咧，最後咧就係出租攤檔，喺戲棚附近咧出租啲攤檔。咁呢個尤其是以青衣島為例咧，就係佢做得好成功嘅嚇。戲棚附近咧就即係數以十計嘅攤檔咧。咁啊，好似個嘉年華會咁樣嘅，咁據說咧，即係幫到大會唔少嘅。就戲班嘅組成咧，就係班主啊、經理啊、提搶呢啲，當然係管理階層啦嚇。班主亦都係嗰個經營者啦，佢要自負盈虧嘅。六柱咧就係嗰六個大老官，就係夜晚做戲，同埋正日嗰日嘅日頭咧，佢要做戲嘅。其他咧日頭咧，佢就休息噶啦。其他嘅日頭咧，大老官休息咧就係嗰啲二部針啦，嚇佢哋非正旦日嘅日戲嘅六柱嚟噶啦。咁個班底咧就係下蘭人啦，做梅香啊、做兵啊嗰啲啦。咁另外有個拍樂樂隊，咁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嘅戲班嘅一個結構。嗱，我哋知道咧，就係六柱啊，嗰六個大老官咧，佢人工咧都唔少嘢噶嚇，即係據說咧，即係最高嗰啲係去到25,000啊，或者更高啊咁樣。因為做神功戲比較辛苦嘅。即係有啲演員話：我做神功要收多啲，因為又冇冷氣啊，周居勞動啊咁樣。咁啊都有演員啱啱講相反都有嘅。神功戲咧唔會做新戲嘅，做舊戲唔使排戲，所以我又舒服啲，所以佢收少啲。嗱，兩樣都有嘅嚇。呢當然人名唔講得啦。我哋訪問嘅時候咧，就應承咗咧呢啲涉及錢嘅又係機密嚟嘅。咁點都好咧，嗱，演員係一筆錢。比如個大老官佢最大嗰個要你20,000一日咧，佢5日咧就有100,000噶啦。咁對佢戲金嚟講咧，就係個班主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嘅。仲有咧就係拍樂樂隊啦，拍樂樂隊咧，由於近呢幾年咧粵曲咧個市場非常之蓬勃，所以好多音樂院咧寧願去做粵曲社、粵曲局，咁咧令到咧即係音樂師傅人工咧好高嘅，咁越嚟越高咧就亦都係咧就令到咧組織戲班咧個成本係增加嘅。
神工活动同埋仪式咧，就系、是、比如话例戏啊、正本戏呢啲咧，其实从观众嘅角度就系睇戏，但系咧从一个神工活动整个过程嚟讲，其实佢都系仪式嚟噶。咁啊，所谓例戏，比如六国大封上嘅例戏啦，吓或者加冠啊、贺寿啊、送子啊嗰啲咁啦吓。咁正本戏咧就系、是、个地方咧自己拣噶啦。去年我哋做咗奉國恩神廟療程，今年試下做啲嚴肅啲噶啦，做節差記啦、帝女花啦咁樣都有嘅，就係嗰啲直理咧代表村民去揀嘅，真係做嘅正本戲。天光戲咧，其實就係、是越嚟越少做噶啦。咁啊、過去咧就真係成班演員出嚟做戲，有幕師傅啊咁樣嘅。咁而家就越嚟越簡單噶啦，可能一兩個演員啊咁樣著時裝做啊咁樣。其他嗱就嘅儀式咧，就包括咧就戲班自己會拜戲神啦，即係華光啊、田豆啊咁樣啦。咁又要拜師傅啦，即係所謂嘅師傅啦嚇。咁又要拜先人啦，先人咧就係、是、戲班佢自己，比如話有以前嘅從業員喺嗰個地方過身啊，或者喺度葬嘅咧，咁呢都係先人啦。就開台之前咧都會拜佢哋嘅。咁另外咧就戲班嘅從業員咧，即係演員啊、樂師咧，就會喺台口度裝香啦，都係一個儀式嚟嘅。裝香即係祈求菩薩保佑啦。咁啊，地方咧就要咧請神啦。做戲之前咧請菩薩去到戲棚嗰度睇戲，做完曬戲咧就送翻個菩薩翻去個佢個廟嗰度。咁荷誕嗰日咧又會有好多儀式嘅。咁頭先我提過咧就係還花炮，舊年搶咗花炮嘅人還翻翻嚟。又重新搶過，邊個搶咗咧就換個菩薩嘅像翻去啦，捐錢啦咁樣。咁又揼杯啦，都係儀式一部分啦，就揼杯睇下菩薩中唔中意啦。佢説有啲地方話成台戲做完曬啦，嗰晚封咗台啦，做曬啦，就去到個廟嗰度揼一揼杯睇下菩薩滿唔滿意今年嘅安排咁樣嘅。然後咧就係喺正日嗰日咧，好多地方就會分豬肉啊、紅雞蛋啊咁樣。呢啲豬肉、紅雞蛋咧就來自許願。就係、是、舊年有人話啊，我想個仔考到入中文大學，如果得嘅話咧，我就捐兩籮紅雞蛋、十隻燒豬，假設咁啦。咁真係入咗啦，咁佢哋就要還神咧，就要捐出嚟啦。捐咗出嚟咧，就分俾啲主會啊或者居民咁樣。咁有啲地方太明清朝咧就有盆菜宴嘅，就但係咧呢個盆菜宴咧就唔係話哇珍馐百味，係全部都食齋，因為太平清朝都係食齋嘅。咁啊，賭博活動啦，當然不可少啦。咁呢啲都係咧一啲世俗同埋神功嘅儀式。例戲咧，頭先我提過咧，就係、是破台啦嚇，嗰、啊、笪地從來未搭過戲棚，第一次搭棚就要破台，或者個方位變咗，舊年向呢邊，今年向呢邊都要破台。咁破台就係做所謂祭白虎，祭白虎就行內人叫做打貓。開台嗰晚咧就要做六角大封上，咁啊睇下個台大唔大喎、啊。當然嚇、啊，如果台好細，細到超級細嘅戲台就做唔到噶啦，因為六角大封上咧，成個戲班都出動曬咁滯。另外咧就係八仙賀壽啊、加冠啊、送子啊呢啲咧都係必做嘅。封台咧就係嗰台戲做完曬之後，大家可能冇留意嘅，做完曬落個幕，再起翻一個演員咧戴住白面具出嚟拜啊，一個好短十幾秒嘅儀式就叫封台。咁啊，封台唔係就係神功戲做嘅，戲院裏面都要做嘅。呢個都係戲班咧，就香港嘅戲班啊，我哋強調就係好嚴守嘅一個傳統嚟。大家睇呢張相咧，就係祭白虎。個財神咧，最後咧就係騎住只老虎，比如表示咧就係征服咗佢啦。咁而有個工友咧，就係、是、引導佢哋咧褪後咁樣翻返去個後台嗰度。嗱，祭白虎咧，大家可能如果你打過小人咧，就知道白虎咧係會用把口去傷人嘅嚇。咁啊，戲班咧好順嘅，即係戲班因為成日開口做戲啊、講嘢咁啦，就白虎咧就會，如果個台係未破台咧，就大家唔可以開口嘅。否則開口咧就白虎咧就會又用你個口咧害人噶啦，咁所以一定咧就要做咗咧祭白虎嘅儀式咧，先可以開口嘅。呢個係好重要戲班，香港戲班咧係非常之嚴守。六國封相咧就係開台嘅第一晚，就係所謂開台禮戲啦。咁啊特點啊，全班都出齊嘅，全班嘅靚戲服啊，所有嘅人。嗱，今日嚟講咧，由於戲班嘅經營越嚟越貴啊，所以有啲戲班咧，佢根本上以佢嘅編制嚟講係做唔到六國大封相嘅。咁佢唯有咧就係做封相嗰晚咧係外援啦，即係去借冇幾遠嗰台戲啲演員過嚟啊，或者有啲客串啊，或者有啲做醫生嘅識識啲做戲啊，都要著埋戲服出嚟做嚇。咁咧有啲戲地方咧就係做一啲簡本嘅六國大封相。咁其實我哋觀察到嘅六國大封相係喺度一路簡化緊嘅過程嘅。個目的咧就係第一係時間，
等咧地方咧就多啲機會去睇嗰啲紫钗记啊、帝女花嗰啲正本戏。第二咧就係咧減少戲班嗰個喺人手上面嘅支出嚇，減少個負擔。咁呢個過程咧好有趣嘅，將來可以做多啲嘅研究嘅。呢個八仙賀壽啦，八個演員扮八仙出嚟拜，咁當然唔係拜觀眾啦，係拜對面戲台對面嗰個菩薩啦。咁啊，跳加冠啊，一個戴住白面具嘅演員出嚟，咁都係咧好意頭嘅嘢啦嚇，加冠進爵啊，都係地方中意嘅。咁啊，送子更加中意啦，送子喎，添丁喎嚇，添丁發財咁，地方傳統嚟講係好中意嘅。咁所以天機送子據說原本係正本戲嚟嘅，但係因為太好意頭啦。台台戲都要做，咁就變成藝戲啦。咁佢都係咧經歷緊一個簡化過程嘅，從一出戲慢慢過渡，好似一個儀式咁樣嘅。咁正日咧日頭咧就會做大送子，平時嘅日頭咧就係啲下欄嘅演員咧做一個簡單嘅送子，簡單嘅送子咧可能十幾二十秒就搞掂噶啦。咁啊就真係咧一個好似一個儀式咁樣。呢個就係啦，小送子兩個演員出嚟嚇、啊，就係、是、咁。天機咧，將個 B B 仔俾翻阿董永，咁大家又分手咁樣啊，就將咧原本天機大送子一個高潮咧嘅中刻，即係濃縮成為咧二十秒嘅一個演出。咁呢個就封台啦。頭先我講過，封台係好難影，因為掌握嘅時間同埋好多觀眾已經走啦，都係阻住，所以大家睇到呢張相有少少焦點唔係好啱嘅。就個配置就咁樣樣嘅，第一日叫開台，第一日嘅日頭咧就唔使做戲嘅，冇戲做嘅。到夜晚，傳統係咁樣樣，如果未破台咧，夜晚八點鐘破台，跟住咧緊接住锣鼓咧就係八仙賀壽，然後六國泰豐上，做完曬咧就做正本戲。第一晚就咁樣樣啦，第一日亦都係嚇，日頭唔使做戲。不過今日就摩登啲啦，就將嗰個祭白虎咧唔好夜晚做咯，因為好麻煩啦，大家開唔到口，不如咧。就下晝三點或者正午十二點做咗佢啦，咁樣呢啲就摩登嘅做法嚟噶。第二日咧就假設啦，假設係三日一台戲啦嚇，唔係一定嘅，有時四日，有時五日嘅，有時六日都有嘅。咁啊，假設第二日係正日咧，就會喺日頭咧就會做八仙賀壽，會做跳加冠，就台柱做喎嚇，跳加冠同埋天機大送子，然後咧就台柱做埋個正本戲。咁台柱好慘嘅，即係正日嗰日。跟住咧休息冇幾耐，夜晚咧又要做正本戲噶啦，好辛苦嘅。第三日當係閒日咁嚟計咧，咁咧就日頭咧啲下欄演員做賀壽加冠送子啦，然後咧就係嗰啲二部針啦，即係嗰六個可能係年青啲演員啦，大老官休息咧，佢哋就做嗰個主角啦。咁夜晚黑咧嗰啲二部針唔係唔使做喎，不過就可能做啲閒角啫喎，就要幫啲大老官一齊做戲噶啦。咁啊，所以夜晚黑咧個大老官做正本戲咧，啲二部針都冇得休息嘅。咁啊，演員咧好辛苦嘅嚇，阿倫可能知道，即係佢一猛咁岌頭就知道啦。做戲咧真係好辛苦一件事。嗱，天光戲咧而家摩登咗噶啦，啲年青演員咧，哎呀，我就嚟有演出，我當係排戲咁啦，俾我做啦咁樣，同我提倡講，等我做，我做爭住嚟做都未定。咁呢度就睇到啦，就係、是、下面啲人食嘢食宵夜。嗱，天光嘅意思即係十二點鐘之後噶啦嚇，正本都要做曬啦。咁即係年青演員出嚟著住時裝。咁啊，就唔使音樂伴奏啦，卡拉 OK 得噶啦。陳光月嘅普查咧，過去我喺中文大學音樂系嘅時候咧，1984、1985年做過一個簡單嘅研究，就係、是、當年咧，即係唔係咁易嘅，其實其實做呢個普查係非常之困難嘅工作。咁1989到1990年咧，就係、是我喺中文大學開始教書咧，就受到呢個柯達遠東有限公司嘅贊助。當時他們很慷慨地贊助了一筆錢，還有很多的菲林、啊、錄影帶、啊、這樣給我們就是做一個神功粵劇的普查。到了2006年就是香港中文大學，我仍然在這裡、啊、就粵劇營業計劃做了一個普查，但都不是很成功的。真正最成功的呢都是去到2016至2018年就比較有規模有系統，就是香港粵劇學者協會站台和我合作，就受了魏奕迅勳爵文物信託的資助，就很慷慨的資助，令到我們還有粵劇學者協會在座很多成員都幫手，做了一個比較是這麼多次來說是最有系統的一個研究。過去就出版的書籍就是這樣，就是大家今天都有些絕了版，有些其實是再版來的。台劇的減少
從84、85年嘅初步嘅嗰啲所謂普查咧，我睇到當時有74台戲，306日就538本嘅正本戲。嗱，唔計麗戲啦，當然唔計風尚啊、宋子嗰啲，538出嘅正本戲。90年嘅普查咧就23個戲班啦，74都係74，但我睇到90同84、85咧比較穩定嘅台期嘅數目。咁啊，大家知道呢啲所謂嘅穩定咧，其實巧合嘅啫，因為好多太平清朝係10年一屆或者5年一屆，啱啱撞到嗰年有，咪多啲咯。如果嗰年冇就少啲，所以呢個巧合嘅。天數304日就做咗534本嘅正本戲。咁到到我哋受到惠信勳爵文物信託嘅資助做嘅研究咧，2017年咧就係、是、有16個戲班做咗41台戲。184日，322本嘅正本戲。咁我哋睇到咧，從90年比較，這個數字係大幅下降，大概下降咗40%嘅，冇咗40%嘅啦。無論從正本戲或者日數嘅角度睇，都係咁樣。咁如果我哋從呢個咁樣去預計將來咧，比如話到30年後又點咧？2047年，可能得翻10個戲班，可能得翻25台戲，110日。做190嘅正本戲都未頂嘅，或者更差都未頂嘅。嗱，當然呢一個預言咧，就係我哋同阿湛太冇幾耐之前啊，我哋總結嘅時候呢個預言嚟嘅。但係當時我冇諗到咧，2019嘅新冠病毒咧，對佢嘅衝擊都更加大，衝擊到咧去到2020年咧，係得翻4台戲嘅啫，得翻4台戲，得2個戲班，做咗17日戲，做咗30本嘅正本戲。咁如果我哋將佢擺埋落嚟咧，呢一個衝擊係非常之大嘅。咁當然呢個唔係常規，呢個突發性嘅嘢嚟嘅。咁呢個亦都係咧，我同鍾明恩教授喺中文大學咧，將會從事一個比較有系統、有規模嘅研究。神官月嘅收縮嘅原因咧，好多種嘅。就我哋唔計新冠病毒嘅影響啦，呢啲啊突然突發嘅危機啦，當然。咁你話過去嘅原因啊，我哋先講下，被人口遷徙啦、移民海外啦，呢啲都係一個好重要原因嚟嘅。那條村原本有2000人的，但是有幾百人已經去了其他地方住了，或者是去了英國、美國等等移民，那么就夾錢的人就少了，主會的成員就少了。那么香港是變得很快的，市區的擴展，市區擴展政府收地，收了地拿來建高速公路啊，或者建公屋啊，这样就令到原居民又是就是要搬去其他地方了。還有就是傳統宗族、宗教觀念的弱化，我們看到就有些地方呢就是那條村本來一直都是做了神功戲的，但是那條村自從有傳教士入了去，令到世界有些村全條村改信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他就退出了神功戲的籌辦了，這些確實是存在的情況的。好了，第四呢，經濟強勁，通貨膨脹令到呢令到樣嘢都貴，搭棚搭棚公司的他們的來貨、竹、鐵片、存倉、運輸全部都貴，所以搭棚就貴了。那演員呢，演員都有成本的嘛，演員不是說有戲做才去做的嘛，平時要操曲、要練功的嘛，租個 studio 去練功都貴了，戲服貴了，所以演員的人工就貴了。音樂師傅呢，由於是通貨膨脹，很多人士都走去唱粵曲，令到唱粵曲呢一定程度在中上階層的貴壽裏面是一個很高級的娛樂活動，所以令到就音樂師傅的人工是貴了等等都是影響的。還有會堂的演出，會堂演出我們現在說的包括泛指，比如說文化中心做粵劇，又或者是西九的戲曲中心，又或者是高山劇場等等，這些演出其實是膨脹得很緊要的，非常之大。我哋粗略估計咧，就近年間每年做大概1200場嘅粵劇咧，其實大概有800場咧就係會堂嘅演出，有唔夠400場咧係神功粵劇嘅演出嚇。所以神功粵劇唔夠1/3嘅，唔夠成年1200場裏面嘅1/3。好啦，會堂演出多咗啦，地方居民睇戲嘅機會多咗啦。過去咧好少機會睇戲嘅，就會夾啲錢去請神功戲啦，係嘛？請戲班嚟做戲啦。而家其實睇戲好易嘅啫，好多機會睇戲，咁所以對神功戲嘅熱情咧。都是慢慢就減低了。收縮的歷程呢，我們看到就是首先是減少規模，以前做5日，現在收縮到4日、3日這樣。以前請一線大老官，有些地方請初鳳的最大龍劍生梅術師，後來收縮了，請一些名氣沒那麼大了，都會有的。
剛才我說減少天數呢，就帶動性是本數的了。如果你說是以前做開四日的，就七本正本戲，咁樣減到三日，得翻五本正本戲，咁就係呢啲帶動性啦。改變週期，有啲地方係每年做嘅，而家變成隔年啊、三年啊、五年啊咁樣。更有啲地方咧誇張啲咧，就係淨係做折子戲啦，請一啲半職業嘅演員去做折子戲啦。折子戲嘅意思咧，即係唔係做曬成本帝女花，淨係做帝女花嘅香腰，或者做紙差記嘅十差咁，做一啲高潮嘅片段，呢啲叫折子戲啦。咁有啲地方咧就直情唔做神功粵劇啦，就改唱歌台，請一啲粵曲嘅女伶咧嚟唱粵曲或者唱埋流行曲咁樣。咁有啲地方慳錢咧，就係智能棚啦，又或者係走去會堂嗰度演出啦。智能棚嘅意思即係話嗰啲用啲鋼條啊同埋纖維頂啊嗰啲搭嗰啲智能棚。咁智能棚據說咧慳好多錢嘅，就如果一個竹棚係要200,000一個智能棚啦，6-7萬咧就起好噶啦，所以係爭好遠嘅。咁因此，仲有咧就係入會堂演出啦嚇，而家好多社區都有好靚嘅會堂，有冷氣啦。咁啊，好多地方咧就慳錢啦，我哋唔請我哋唔請搭辦公室嚟搭棚啦。咁呢個咧都係令到咧神功戲嘅生態咧改變緊嘅，其實係咁以至到咧就喺香港島裏面咧，其實真係傳統嘅神功戲棚咧就係越嚟越少啦，赤柱就冇咗啦，跑馬地入咗會堂啦。赤柱都入了會堂了，筲箕灣搭智能棚了。其實呢，如果你不計鴨脷洲，就只剩石澳一個竹棚，是一個傳統的竹棚，所以這裡看到是改變得 很快的。2020年呢，我們香港的粵劇界 是受著新冠病毒疫情的打擊的，尤其是神功戲今天都是很重要的主題，台期的取消，演員樂師失業，這些不在話下。有些樂師演員呢，他們就會面臨就是退休，索性退休了。有些年輕演員呢就會轉行了，比如我曾經跟幾個談過，他們就會做一些包裝啊、或者運輸啊這樣的工作。轉行移民升學都是一些考慮，就轉行當然和升學都是看個演員他自己的教育水平的。我這裡看到就是如果演員他自己 的教育水平越高，他遇到這些突發性的事情的時候，突發性的一些打擊的時候，他走的路就會多一些。所以將來我們都會想這個問題的。所以人才流失就令到粵劇，尤其是神功粵劇，一個很大的影響。我們都太平清照，就以前的台上面就做戲，台上面做戲的嘛，現在就摩登了，就放一個 screen， 一個電視的螢幕在那裡，就放一些錄影了。這一張照片就是 Linda Pan 潘小姐提供給我的，多謝她。我們怎樣保育神功粵劇呢？官方機構可能從來沒有，他們 agenda 沒有這件事，什麼叫保育神功粵劇呢？我這番說話是在之前，自從我們做完同阿湛拉做完嗰個16至18嘅神功粵調查咧，我就喺十幾個地方咧都講過類似嘅嘢，就點樣保育神功粵劇咧？但今日咧，我哋受咗新冠病毒嘅影響咧，嘅疫情影響咧，我哋保育神功粵劇咧就更加係迫切嘅一樣嘢嚟嘅。官方機構咧可能要醒覺呢個問題嘅存在，可能咧真係要策略性咁去諗一啲長遠嘅策略。在民間我們要正視這是一個問題，我們集氣，我們集氣要團結的力量。還有民間，其實我自己個人作為一個學者有個看法，就是儘管我和我們的團隊，比如湛太粵劇學者協會的成員，我們 是去了全香港所有做神功戲的地方去做過調查的了，我們就是 去了，但是我們要發現就不是每一個地方籌辦神功戲都是高的透明度的，有少量的地方，當我們問到他籌集資金的方法的時候，他們很保護自己的，即令我覺得似乎是有些事情他們不想讓人知道的。這個透明度我不知道政府可不可以透過一些政策令到每一個地方都應該增加透明度，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村民覺得我們集到的錢不是去了請戲班來搭棚的，是落了有些人的袋，他們就不會那麼慷慨捐錢出來的。提高透明度，我覺得是對保育神功粵劇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的。當然學術機構我們要很客觀地、很科學地去研究。
咁同埋咧，促成社群分享經驗。嗱，社群唔同嘅社群有佢自己嘅傳統同埋集資嘅方式。咁我覺得佢哋分享嘅經驗咧好重要嘅。咁當然分享經驗就係離唔開咧，就係佢哋嘅透明度一定要提高嘅。咁最後一點咧就係對抗突發性危機嘅策略啦。咁我哋好唔希望呢啲好似新冠病毒呢啲疫情咧係會再發生。咁但係我哋受過沙士嘅疫情嘅教訓咧，就係可能咧呢啲係新嘅常態，可能會每十年八年啊，我希望冇啦嚇，再會發生嘅。咁因此我哋係時候咧要正視我哋從文化管理嘅角度咧係要正視咧，就係點樣管理啲突發性危機咧。咁我自己覺得咧，從業員自我增值好重要嘅嚇。就如果佢增值，佢教育水平係提高，佢提高咗咧，其實對佢好多好處嘅。睇劇本會快啲，會理解嗰啲深奧啲嘅典故，係嘛？做戲做得好啲。好啦，到有危機嚟嘅時候咧，佢更加多嘅出路咧去揀啦，咁樣。咁我今日咧就係長話短説啦，同大家分享咁多，多謝。以下落嚟嘅環節。是播放一段香港粵劇《神功戲棚》的短片。短片是配合當年2016至2018香港神功粵劇普查而製作的。我們將會由製作人鄭家略老師和我們一起介紹這條短片的。鄭老師是資深的音樂老師，曾獲教育局行政長官卓越音樂教學獎。因為任教新高中的音樂科多年，當中需要教授粵劇，所以和粵劇從此就結下了不解之緣。鄭老師同時為校內科技教育主任，因此對使用無人機的製作航拍影片很有經驗的。在這次製作過程裡面，香港粵劇《神功戲棚》的短片在裡面大顯身手，盡顯所長。咁以下嘅時間，我哋就交俾鄭家略老師啦。各位好啊，我係鄭家略老師，我係一位中學嘅音樂老師。咁當然我喺粵劇方面嘅研究就冇頭先陳教授咁深入，但係由於咧我係任教依個新高中音樂科嘅，咁所以我哋嘅課程裏邊咧都係有粵劇嘅部分嘅。咁我亦都因為咁樣而開始研究粵劇。咁兩年前咧，我有一個好好機會啦，就接受到我個老師湛黎淑晶博士嘅邀請，咁去一齊去做一個有關香港神功粵劇戲棚嘅一個 project。咁其實個 project 咧就需要到咧去做一啲航拍嘅工作啦，有啲攝影啊、攝錄嘅工作咧，去睇住一個粵劇神功戲棚係點樣誕生嘅。咁喺個過程咧，亦都令我對依、神功戲啦，認識咗唔少，因為咧，除咗拍嗰個戲棚嘅建造之外咧，我哋都要做到裏邊嘅一啲嘅片段啦，有關個戲棚裏邊老官啊，同埋演員啊，係點樣準備啊，或者後台工作人員啊點準備啊，以至於觀眾係點樣入場咧，我哋都做到嘅。咁不如而家我哋一齊嚟睇睇依一套片啦。大家而家見到咧，係石澳泳灘旁邊嘅停車場。而家工人咧就搭緊氣棚啦。石澳、大浪灣、鶴咀呢三條位於香港島南邊嘅村落咧，時至今日咧，有啲漁民嘅後人啦，呢三條村嘅居民咧，都會堅持咧每年咧聯合做呢個天后誕演神功戲噶，啊，同埋每十年一次嘅太平徵召演戲。為了答謝天后娘娘保護合境平安、神人共樂咁樣，咁相傳塔棚嘅技術咧係老班師傅傳承嚟㗎嚇。咁搭棚所需嘅材料啦，係木材啦、竹啦、鐵皮等等。咁啊，建造呢個大棚咧，最少要5000至6000支竹嘅。架棚完成咗咧，鋪上鐵皮，再加上花牌裝飾，咁就成為一個臨時嘅演戲嘅場地啦。將入戲棚內部咧，係觀眾嘅座位。嗱，而家已經起好咗噶啦。到咗後台咧，棚頂咧，你見到掛滿曬演戲嘅戲服噶，咁啊，俾所有人去採用啦。咁啊，裏邊亦都有老官嘅私人箱位啦，道具箱咁樣。
仲有掛咗演戲嘅提綱。咁咩叫提綱咧？提綱又稱舞台監督啦，咁啊，將分場啦、佈景、道具、劇中人物等等出場演員啦所需嘅鑼鼓點啦，好清楚咁列出嚟，而且將佢掛喺後台嘅師傅位嘅地方，即使喺虎道門旁邊嘅戲神祭壇嘅對面啊。以便所有的參演者可以參考到，不需要念白或者唱曲的演員，他們一般不用閱讀這個劇本的。提綱的內容和提場的口頭指示就是他們參演的依據來的。這個是神箱，戲行規定女士就不可以坐在神箱上面。神箱旁邊就供奉了田豆兩位戲神，臨近開場了，眾人化妝間就十分熱鬧的，老官就要忙著化妝，助手要幫手燙戲服，又要幫演員穿衣、戴帽，都挺忙的。戲台上的佈景工作人員現在就掛緊佈景了，大家在開場前要做一些準備的工作。咁啊，依度咧就係一個戲台嘅平面圖嚟嘅，大家見到咧上方咧就係六次演員嘅私人箱位嚟嘅，咁啊用嚟化妝啦、穿戲服啦或者休息嘅用途。咁右邊咧就大棚箱位，就俾其他演員咧共同使用嘅。剛才你見到個神箱咧，戲神祭壇啊，就喺呢啲箱位嘅對面啦。咁我哋成日聽到個虎道門係咩咧？就係呢兩笪地方，就喺後台通去戲台嘅左右兩邊嘅通道嚟嘅。前台的左邊就是棚面，就是樂師的座位，拍和樂師的座位。而右邊就是換景的部門的位置。開場的時間到了，觀眾席就座無虛設，大家都是期待這個神功禮氣六國大風尚的演出。今日香港粤剧戏班同以往嘅戏班上演六国大风尚嘅目的都系一样，系为咗陈列戏班嘅规模，俗称晒冷，包括台柱、演员数目、华丽服装同埋布景，以及乐队锣鼓嘅威势，为咗酬谢菩萨嘅神功戏演出提供色彩缤纷嘅序幕。六国大风尚的故事背景是以战国时代苏秦游说六国合纵连横，抗秦有功，被封为六国丞相。但是戏中却以带着六国圣旨给苏秦的魏国黄门官公孙显为主角，为扮演这个人物的正印武生演员提供显露坐车功架的机会，视为全剧的高潮。以下截取的是六国大风尚刚开场的片段。话说公孙显领了魏国王颁下的圣旨之后，带着圣旨送往苏秦，护送的有六国元帅、戴高帽的仪仗队、马匹、男女侍从。
郑润花旦手持一对锦旗，作为推车上场，为公孙显准备了交通工具，场面热闹，声势浩大。整套六国大封相神功戾气演过后，就是当晚的粤剧《三笑姻缘》演出，戏棚内外锣鼓喧天，一片神人共乐的景象。好，多謝各位咧，今日同我一齊去欣賞呢個 project 嘅結果。咁再見啦，各位。多謝鄭家略老師為我哋介紹呢一段咁精彩嘅短片。接住落嚟係由湛黎淑晶博士主講嘅《年青演員的參與》。湛博士現任香港粵劇學者協會會長，亦都係西九文化區戏曲中心顾问小组的成员。湛博士在香港神功粤剧普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演员年轻化的现象。究竟产生这个现象背后的成因，年轻演员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有请湛黎淑晶博士。大家好，我是湛黎淑晶博士。今天我的讲题呢是年轻演员的参与。在整個的調查裏面，我們發覺年輕人的冒起，我們研究整個他們的成因，我這裡是會介紹給大家認識到，在1990年代政府對於粵劇的發展的一些支援，因此引起我們以後的一些年輕人的熱心的參與。在1995年的時候，香港藝術發展局成立，由於有他們的資金的資助，所以在1996年的時候，香港教育局、康樂及文化事務處、香港電台戲曲台和粵劇之家合作，就首推粵劇教育的。而接著下來，很多機構都是陸續是舉辦一些課程啊，又或者成立一些基金的。所以在1998年的時候，教統局就成立了優質教育基金，給學校裏面的課程是加了一些課外活動，是開一些粵曲班的。在1999年呢，原來香港的演藝學院也都開辦了粵劇全日制的證書課程，是培訓了一批年輕人是就讀的。而同年呢，教育局、林家聲慈善基金、華都獅子會、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合作舉辦了第一屆的校際粵曲比賽。在這個年代呢，一路醞釀下來呢，我們就看到在21世紀的政府呢對於粵劇發展的支援了。在2004年呢，民政事務局成立了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統籌發展粵劇的政策和措施的。也都在同年呢，教育局出版了一本叫做《粵劇何時生》的教材，為中小學的粵劇、粵曲教學等等提供教材和教學法的指引的。跟著呢，2005年呢，民政局呢就成立了香港粵劇發展基金了，就為粵劇的發展提供了資助。在2008年，香港粵劇發展基金資助了青苗粵劇團，培育了不少今日崭露頭角的年青演員。陸續下來呢，都有很多新的發展的。在2009年呢，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將粵劇列入了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啦。咁亦都隨之而嚟咧，好多各方嘅努力，我哋會睇到。2012年基金咧就資助香港八和會館喺油麻地嘅戲院咧就推行粵劇新秀演出系列啦，直至今時今日都係有呢個嘅演出嘅。到咗2017年咧，教育局出版咗第二套嘅參考書，就叫做《粵劇何時生傍晚篇》，為中小學嘅粵劇粵曲教學咧提供更多嘅教材同埋教學法嘅指引。好啦，咁而我哋亦都見得到咧，2018年底咧醖釀咗好耐嘅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終於建成。是會提供一個促進粵劇界交流發展和合作的平台的。好了，2020年在香港的疫情發生之前呢，都估計每年都有成2000場的粵劇和粵曲在香港各區上演的。那我們就看回當代的年輕人究竟的參與情況是怎樣呢？其實就係造就咗唔少嘅年青演員同埋樂師演出嘅機會嘅。咁同時亦都喺個神功戲嗰度咧，佢哋都係積極參與嘅。咁於是喺呢個咁嘅機會之下咧，同時亦都引致到好多演員，特別係下難演員同埋樂師嘅短缺嘅。有異於一般市區嘅演出咧，神功戲多數都係新界嘅鄉村或者離島的偏遠地方進行，就令到很多演員，尤其是有全職工作的演員呢，就是卻步的，想一想，那麼遠的地方，怎樣去呢？在普查過程之中，我訪問了很多位參與神功粵劇演出的年輕人，包括下蘭的演員、二部針的演員，還有一些剛剛站露頭角、擔起漸重的台柱演員。當時我們訪問了24位。如果大家看到我們出版的一本的書籍，剛才也有提到的、你就會看到他們個別的情形的了。他們有各個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學藝的經驗的，家人對於他們的影響是會影到他們是能夠產生興趣啦。咁亦都睇到咧，曾經參與中小學裏邊嘅粵劇啊，或者粵曲興趣班，或者曾經跟隨師傅做私人學藝咧，都係會投入呢個神功戲嘅演出嘅。咁亦都佢哋有啲咧係來自八和主辦嘅粵劇訓練班，或者曾經參與劇團，包括埋內地劇團舉辦嘅培訓班，咁林林種種嘅，咁亦都有我哋剛才提到話，喺1999年已經有香港演藝學院嘅培訓課程啦，咁所以咧，亦都有部分嘅年青人咧，佢哋中學畢業之後咧，就進入咗香港演藝學院日間或者當時嘅夜間兼讀課程嚟到接受培訓嘅。咁亦都咧有一部分嘅演員，佢哋係喺專上學院讀書嘅，咁亦都係佢哋係修畢咗嘅學士嘅學位課程，佢哋都係有興趣參與呢個行列嘅。嗱，咁喺整個嘅普查嘅，俾我一個印象咧，就係呢啲年青演員佢哋係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對於粵劇藝術的熱愛呢，是令我非常感動的。他們願意一個全職或者是兼職的身份來到投入這個演出行列的。所以呢，在當時的我們看到整個粵劇界得到這個年輕演員的支持呢，是覺得是非常是有一個前景在這裡的。因為咧，其實粵劇咧，我哋係需要有一批嘅接班人。咁係香港嘅粵劇嘅蓬勃發展咧，係對於我哋將來嘅接班人嘅培育係一
有極大的影響的。咁喺呢度咧，好喺呢度咧，我都係大致報告一下當時嘅普查嘅情況。多謝各位。而家嚟到講座嘅第二部分，受疫情影響下嘅神宮粵劇發展狀況同埋嘉賓訪談。2019冠狀病毒病令香港嘅神宮粵劇受到史無前例嘅衝擊。整個粵劇界的前景也都呈現一團迷霧。鍾教授會分析2019冠狀病毒病對香港粵劇界的影響，以及各持份者對這次突如其來的疫情應對的方法。講者鍾明恩教授是香港粵劇學者協會理事兼學術統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文化管理課程助理教授。鍾教授獲中國戲曲學院邀請自2017年起合作進行多項的學術研究活動，藉此推動中國戲劇發展，亦都到世界各地作演講和授課，對於推廣中國戲曲文化不遺餘力。我們有請鍾明恩教授。大家好，我是鍾明恩。今天這個部分呢，我們會講受疫情影響下的神宮粵劇發展狀況。這裡我們會有兩個部分的。第一個部分呢，我主要都會講一講在疫情底下粵劇界以至於神宮戲所受到的影響。在第二個部分呢，我就會很高興就會跟兩位嘉賓就做一個對談。當中呢，我們會有阮兆輝教授輝哥和年青粵劇演員譚詠麟阿倫的。好，咁2020年1月下旬開始咧，2019冠狀病毒病咧就開始喺香港爆發。喺1月29日啦，就康文署咧就所有嘅表演場地咧就關閉，因此所有賀歲嘅粵劇咧都需要緊急剎停，而上半年大部分嘅粵劇咧都需要被迫係取消或者係延期嘅。截至目前為止，2021年3月份，康文署旗下場地總共有255日咧係完全關閉嘅，另外有25日咧係只開放俾劇團去彩排啦，同埋做一啲嘅視像演出，係不設現場觀眾嘅。大家可以在這個月曆就很清楚地看到，就是橙色的部分就代表是康文署旗下關閉表演場所的日子。大家可以很明顯去看到，在2020年的上半年基本上差不多大部分的日子都是閉館的。去到最近啦，今年2021年2月18日開始咧，咁就即係康文署旗下嘅表演場所咧，就開始重新嘅係開放嘅。咁就疫情啦，至今啦，其實對於粵劇嘅演出咧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嚇，有預啦，即係百場以上啦嘅演出咧係需要延期啦或者取消嚇。咁當中咧牽連嘅影響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嚇，例如當中有一啲嘅粵劇啦、粵曲嘅演出啦，需要即係面臨數次嘅改期啦、改完又改啦嚇。咁啊，例如亦都有一啲嘅粵劇嘅演出啦，就因為即係需要延期嘅緣故啦，就需要逆角去演出啦。另外有一啲咧，亦都受到疫情嘅影響咧，係需要更改場地嘅。其實咧，受疫情影響咧嘅粵劇演出咧，仲有好多好多嚇。咁就即係我就嘗試開始去做一啲嘅 preliminary study 啦嚇。咁就即係初步啦，去追蹤一啲即係疫情啦受到影響嘅粵劇演出啦。咁或者今日咧，我可以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即係部分一啲嘅資料咁樣樣。咁大家咧喺呢個表咧都可以睇到啦，其實受影響咧嘅節目咧係非常之多啦嚇。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即係佢哋原定嘅
公演日期咧，即係差唔多全部都要去更改啦。而當中有好多咧係需要取消啦嚇，亦都有一啲係更改完啊，跟住疫情咧又繼續啦嚇，不穩定啦，又要再重新去更改嚇。咁亦都會見到咧，即係有一啲嘅演出啦，更改再更改之後咧，最終咧都係無奈地咧係要取消嘅嚇。亦都見到咧有一啲嘅粵劇演出啦，咁樣佢哋即係經歷過即係改期之後都做唔到咧，最終咧就改變方向啦，就改變成為咧即係網上播放啦，亦都不設現場觀眾咁樣。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受影響嘅即係粵劇演出咧，其實非常之多嘅。咁其實咧，即係對於即係業界嘅童工嚟講，除咗演出以外咧，一啲嘅青少年粵劇興趣班啦，亦都係咧即係主要嘅收入來源啦。咁但係因應即係教育局啦，就宣布停課啦，而被迫都要取消啦。呢一連串嘅影響咧，其實係有機會影響到咧新一代啦粵劇演員嘅培養噶嚇，甚至乎咧有機會咧影響到我哋粵劇嘅傳承嘅。咁現在咧，粵劇界咧其實係面臨緊一個咧非常之嚴重咧嘅人才流失問題嘅嚇。咁大家都知道啦嚇，即係粵劇從業員啦，好多都係以日薪制嘅，即是話冇演出就冇收入啦。正所謂手停口停。咁而當中咧所牽涉嘅包括有幕前嘅演員啦、行政管理啦、戲箱搬運啦，以及係戲棚搭建等等嘅。而當中好多呢啲嘅粵劇嘅從業員咧，係需要咧去轉行嘅嚇，咁就即係以我資料所知道啦。咁其實當中有一啲嘅從業員啦，需要轉行啦，從事看更啦、外賣員啦、保安員啦、接線生啦、運輸等等。咁呢啲嘅行業同佢哋本身嘅粵劇專業咧，其實個落差係非常之大嘅。咁作為一位研究者啦嚇，咁即係除咗即係我都希望可以即係可以去掌握到一啲即係疫情對於粵劇帶嚟實質嘅影響之外咧，其實我亦都好有興趣去探究一下，其實疫情至今對於粵劇從業員個心態上、個意志上有冇影響咧？咁因此我都亦都同一啲嘅粵劇嘅從業員咧都有傾談過啦嚇，咁得出嚟咧有一個好共同啦嘅心聲啦或者感受啦，就係即係喺個疫情反覆嘅期間啦，佢哋經歷咗劇院啦開放啦、關閉又重開，咁佢哋又一次再一次從期待變成灰心。以下咧係一個人才流失咧嘅個案啦嚇，咁呢位咧係一位異邦花旦啦嚇，咁亦都係年青嘅粵劇演員，咁佢擁有大學嘅學歷啦，咁亦都係因為疫情期間啦，就即係損失咗好多即係工作啊演出嘅機會啦，咁於是乎就要被迫去轉行啦，咁現在佢咧就轉行從事咧大學嘅行政工作嚇，咁就即係據了解啦，咁啊相信啦即係呢一位即係年青嘅粵劇演員啦，將來佢再重返粵劇界嘅機會咧，應該都唔高噶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其實粵劇咧，即係需要培育人才咧，所需要係好長、好漫長嘅時間嘅。咁呢一啲嘅人才流失咧，其實對於粵劇界嚟講咧，係一啲好沉重咧嘅一啲嘅損失嚟嘅。咁其實咧，即係喺疫情期間啦，嚇喺呢一年多嘅歲月入邊啦，咁我哋都睇到咧，其實即係粵劇界咧都好 responsive 啊，都反應得好快嚇。咁當中亦都做咗好多即係應對嘅方案啦嚇。咁我哋都見到咧，其實喺疫情期間咧，其實我哋多咗咧好多粵劇啦嘅網上嘅節目嚇。咁就以粵劇演出嚟講啦，咁大家會留意到其實多咗好多一啲嘅娛樂啦嘅粵劇節目啦，亦都係多咗好多咧，即係一啲嘅線上直播咧嘅節目嘅嚇，咁啊例如啦，咁就線上粵劇方面咧，有康文署咧上載咗啦好幾套嘅截止器啦，到佢網上嘅資源中心啦嚇，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粵劇團體啦，就即係將佢哋嘅全劇啦就錄播啦，然之後喺 YouTube 嗰度播放嚇，讓觀眾咧可以免費收睇。咁另外咧，亦都係呢個睇粵劇嚟講，都係相對地係比較即係創新嘅嘗試啦，就我哋多咗好多咧，即係粵劇嘅網上直播節目嚇，咁啊大家都會見到嚇，有一啲嘅粵劇團體啦，例如有即係劍麟粵劇團啦、啊洪家堡粵劇團等等咧，佢都進行咗一啲嘅網上嘅直播節目嘅。
咁啊，除此以外啦，嚇咁喺疫情期間咧，亦都多咗好多咧，即係一啲嘅網上節目啦，例如阿輝哥啦嚇，佢嘅一桌兩椅啦，亦都做咗一啲咧，即係非常之有意義啦嘅網上節目，例如有一桌兩椅遊戲王啦，另外就八和頻道咧，亦都即係有粵劇網上學堂啦等等咁樣樣。咁呢一啲嘅網上節目咧，其實咧即係對於我哋即係粵劇嘅教育啊、研究啊，以至於將來嘅傳承咧，其實都係好有價值嘅。咁就即係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業界其實都面對咧好大嘅難關啊！咁因為就即係冇得演出啦，各樣嘢。咁就其實咧，亦都即係喺我哋業界入邊咧，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咧係非常之有心啦嚇，去幫呢個業界嘅。咁例如咧，大家會見到有一啲嘅籌款節目啦，都做得非常之成功啦。咁例如有輝哥啦，阮兆輝教授啦，即係佢所主辦嘅嚇《同人同心抗疫重生》啦，就喺2020年尾啦。就係即係進行嘅嚇，咁啊活動啦，就個成效非常之好，亦都非常之成功啦嚇，咁就為粵界啦啊嘅童工啦就籌得300多萬嚇，咁而當中咧個總瀏覽咧個次數咧係超過即係100萬次啦嚇，咁而瀏覽個時間係達到770萬分鐘嘅嚇，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成功嘅籌款節目啦嚇，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其他嘅籌款節目啦，例如有全球抗疫粵曲網上直播。慈善演唱會等等嚇，好咁或者以下落嚟咧，我都想講一講啦，疫情啦，即係對於神功戲啦帶嚟嘅影響。咁喺2018年啦，同埋2019年期間，即係疫情之前啦，其實咧全港咧大概咧有差不多40台咧嘅神功戲嘅演出嘅。但係去到2020年啦，我哋面對即係疫情嘅來臨啦嚇。咁其實除咗年初咧嗰幾場嘅神功戲能夠順利舉行之外咧，其實咧大部分咧喺疫情期間咧嘅神功戲咧都需要被迫取消啦。咁因此咧，其實好多即係業界嘅同工啦，都會話其實今次咧係香港咧開埠以嚟咧帶俾粵劇界最重大嘅影響嚇。咁大家都可以睇翻嘅。咁其實咧即係睇翻2003年啦嚇沙士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咧神功戲咧係可以照常舉辦嘅。但係嚟到2020年啦，我哋面對住呢個冠狀病毒啦，其實即係球場啦需要關閉啦嚇。咁另外我哋亦都有限聚令啦嚇。咁因此咧就神功戲咧大部分都未能夠舉辦嘅。或者我們都可以看一看在疫情期間神功戲的一些轉變，或者我們先看一看戲棚設計方面的轉變。我們看一看個案，就是長洲北帝誕。從前戲棚其實是比較是一些封閉式的設計，但是現在基於疫情的緣故，就是戲棚就採用一個開放式的設計，希望可以藉此就保持空氣流通這樣。除此以外，就座位也都是大幅減少，大概由600多個就減到去70個。當然那個防疫措施都需要做足，要確保社交距離，例如是不准飲食、座位和座位之間相距1.5米。其實這方面以我的觀察，其實業界在防疫措施上是做得相當不錯的。咁大家即係以下都可以睇一睇一啲嘅圖片啦嚇，我哋可以對比一下即係疫情前啦，同埋疫情之後啦，即係戲棚外咧嘅面貌嚇。喺我嘅左手邊咧就係2019年嚇嘅戲棚外咧嘅一個面貌啦。咁大家會睇到係一個比較相對係封閉式嘅。咁去到2020年啦，咁大家會見到係一個開放式嘅設計啦嚇，因為要確保咧即係空氣流通。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戲棚內咧嘅一個景象啦嚇。咁喺我嘅左手邊咧就係2019年啦嚇，一個相對係比較正常啦嘅狀態啦。咁去到2020年啦，咁大家會留意到啦，即係座位上咧亦都有一啲嘅調適啦嚇，要確保有足夠嘅社交距離啦。另外呢啲亦都係啦，咁就即係一個戲棚入邊新嘅景象就係啦，我哋要做足即係足夠嘅社交距離啦嚇，防疫措施咁樣樣嚇。咁就另一個咧就比較係即係特別啲嘅啦，或者有一個個案就係即係長洲北帝誕嘅尾戲啦嚇，咁呢個就係2020年3月28日嘅，咁就即係我哋見證咗一個係沒有觀眾啊嘅一個戲棚嚇，咁或者我哋可以睇少少片嚇。
頭先嗰係一個即係沒有觀眾啦嘅一個戲棚啦嚇。OK， 咁啊，除此以外咧，咁其實喺疫情期間嘅神功戲咧，喺演出嘅形式方面咧，亦都有唔少嘅改變嘅喎嚇。以下落嚟或者我都可以舉幾個例子啦，例如咧就蒲台島太平清照啦，佢哋喺個戲台上面咧就放置電視，就播放咧粵劇嘅錄像嘅。咁另外咧就圓州仔大王爺誕啦，就係、是、演員咧就直接入到廟內向神像咧就演出禮戲嚇。咁另外咧喺大澳猴王誕啦，就因應球場封閉啦，而係會借用咗啦、租用咗啦西九戲曲中心演出，就計劃咧就請猴王神像咧到現場，不過咧呢個最後咧係取消咗嘅。咁另外咧喺平山山下村太平清照咧，咁佢哋就取消咗粵劇，就改以廣東首托木偶粵劇去酬謝神明嘅。好啦，咁就以上啦嚇，咁或者我都同大家即係講咗啦一啲啦，即係疫情啦，即係對於啊粵劇界啦嚇，咁亦都係即係對於神功戲嘅一啲嘅影響嚇，咁亦都即係為我一陣間即係啊同阿輝哥啦嚇，咁同埋阿譚詠麟先生啦、阿倫啦嘅對談咧，即係做咗一啲嘅準備咁樣樣嚇。咁最後或者我哋都可以即係總結少少咁樣樣嚇，咁就今次嚇2019。即係呢個冠型病毒啦，咁其實咧，即係對我哋係造成即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咁但係呢個逆境之中咧，其實亦都俾咗一啲嘅啟示我哋嘅，或者有啲思考嘅位俾咗我哋嚇。例如啊，我哋面對呢個大時代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去變通咧？如果需要嘅話，我哋如何去變通咧？又或者咁講，我哋需要如何去自救咧？如果我們回顧香港粵劇歷史的發展，在大概30年代的時候，電影業是直接影響到粵劇的市場的。當時不少粵劇從業員是需要轉移參與電影工作，而當時亦都有很多粵劇演員是非常成功的。來到我們今天，其實大家都會見到在疫情期間，我們是多了很多網絡的粵劇的。我們也可以思考一下，發展網絡粵劇是不是業界在逆境下的其中一個出路呢？這個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再思考一下。另一件事就是，其實我們怎樣可以利用到今時今日先進的科技優勢去保存和傳承我們寶貴的粵劇藝術呢？Okay， 就除了逆境我們會面對很多難關之外，其實有一件事在逆境當中我們都有少少曙光的，就其實大家會發現在疫情期間其實我們是多了很多一些的網上資源，一些 open access， 即是可以是開放取用的粵劇資料的。例如有康文署的娛樂頻道，有輝哥的粵劇360，阮兆輝好戲派，八和頻道等等，其實這些對於我們粵劇將來的研究和傳承都是一些很寶貴、很寶貴的資源來的。咁去到最後，咁就我們面對著現在這個新冠肺炎帶給我們的影響，其實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想即業界我們大家自強不息，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好好自我裝備，因為疫情總有過去的一天，現在我們好好裝備好自己，就是當疫情過去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好好把握到我們眼前的機會。另外疫情就總有一天會過去的，我都很相信疫情過去之後，粵劇界也都必定會重現光芒，再創高峰的。就係咧，最後咧，我有啲嘅特別鳴謝啦嚇，咁我好想係喺度特別去多謝阮兆輝教授啦，同埋陳守仁教授啦，咁喺我研究入邊咧就提供咗好多好寶貴嘅資料啦、意見啦，同埋支持嘅，咁我好多謝佢哋。咁就另外亦都好想多謝蔡啟光先生啦嚇，咁就因為佢都幫呢個講座咧提供咗好多頭先咧即係神功戲好珍貴一啲嘅照片嚇，咁我都喺度好多謝佢哋嚇，咁係好。再次多謝大家。
而家嚟到讲座最后嘅环节，钟教授将会同嘉宾粤剧名伶阮兆辉教授同埋年青粤剧演员谭咏麟先生，就受疫情影响下嘅神功粤剧发展状况进行访谈。阮兆辉教授是香港著名粤剧生角演员，有神童、万能泰斗的美誉，获荣誉勋章、艺术成就奖和童子经星章 BBS 等荣誉。近年更是全方位地投入推广粤剧粤曲文化，现任香港粤曲考级试首席考官，在传统戏曲传承上面无私地奉献，令人敬佩。谭咏麟先生现职粤剧演员，从小已经接触粤剧和投入戏班的演出，近年除了在香港，也在星马一带演出神功戏，现为西九戏曲中心茶馆剧场驻场演员之一。现在我们就将时间交给钟明恩教授。大家好，我是钟明恩。我今天非常之荣幸可以有机会可以跟阮兆辉教授辉哥，辉哥是粤剧名伶，还有青年演员谭咏麟先生阿伦，就进行一个对谈的环节，一起倾下偈，就了解一下疫情对于神功戏以至粤剧的影响，还有一些他们的心声咁样。咁不如我首先问一问辉哥，你好不好？好啊，系辉哥话，其实咧你从艺多年啦，咁样咁面对今次咧，即系呢一个史无前例啊，带俾粤剧界嘅冲击，其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现在嘅心情系点样啊？相信唔使我讲啦，全世界人都知道喺呢个疫情底下咧，我哋系受到好大嘅冲击。咁就粤剧界从未试过，我听啲前辈讲咧，就算系有战争嘅时候咧，都未停演过嘅。最多就是這裡落炸彈，我們搬去別處做而已。但是呢，今次呢是整個香港停頓了無數的日子，大家都知道的了。那我是有些恐懼感的，我有些恐懼感，就是說呢，到底何時才見到曙光呢？曙光何時才真的黎明呢？是吧？我們現在有時都說，我們現在見到曙光了，少了很多疫症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話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忽然間又話第四波，咁我哋到底仲有冇第幾多波咧？係嘛？咁啊冇人知喎呢樣嘢啊！咁尤其是咧，我哋一受到某啲影響嘅時候咧，就話停就停嘅。大家知道我哋好多次噶啦，我亦都係喺去戲院嘅途中，俾人話俾我聽，喂，今日已經冇得演噶啦。咁我都試過啊，我都試過。咁啊，大家堅持唔好啦，不如咁啦，今日唔俾觀眾入啦，就錄影咗佢啦，咁啊嗱嗱臨咁錄咗佢，咁又試過，咁即係我覺得咧呢個真係史無前例嘅事。咁我個恐懼乜嘢咧？我個恐懼就係話我驚住大家冷咗落嚟啊，即係練功啊，或者係個心態啊、個熱誠啊減退咗。不是只是行家的，觀眾都減退了，是吧？他經常都沒得看，這個呢，我們覺得是比較危險的。是都非常理解輝哥你的恐懼和擔憂。另外其實呢都想請教輝哥你，其實疫情至今呢對於神功戲的演出呢都非常之大。輝哥你認為呢，即疫情呢由2020年至今啦，對於神功戲最大的影響是什麼呢？而對於業界啦，即對於應對方面，即你又會怎樣去評價呢？樣其實呢香港都受過不少衝擊的，以前咁有啲事件係令到戲院幾乎停頓咁滯，但係神功戲咧喺我印象裏邊係未停過嘅，從來未停過。例如最近一次沙士啦嚇，都冇停過嘅嚇。咁只不過咧係戲院或者係大家減少咗演出啊咁嘅啫。咁但係今次咧就令神功戲都受到影響。個受影響咧，其實就係話因為政府冇批到個地出嚟，因為我哋要攞個地至搭到棚。咁當地嘅鄉事委員會又好，廟嘅委員會又好，係申請唔到地方。申請唔到地方，咁即係冇得搭棚，冇得搭棚即係冇得做嚇。
咁喺過去嚟講咧，就曾經有四台神功戲咧係成功地演出。我哋每年咧係超過40台戲嘅，其實係。咁只有四台成功演出，而且咧嗰、那個衞生都做得非常好嘅，即係例如探熱啦，啊例如洗手液啦，啊例如嗰啲限制嗰、那個。嗰、那個距離啦，嚇咁啊做得非常好嘅，亦都未出過事嘅。咁但係後來政府咧就一刀切，咁令到我哋咧就企咗喺度，真係唔知點好。咁而家咧當然各方面都在斡旋中，睇下有冇辦法咧神功戲係興起翻。其實神功戲唔淨止我哋嘅收入咁簡單嘅，係因為每一個鄉情啊係都受到好大影響。我哋去做神功戲嘅時候咧，見到佢凝聚嗰個鄉情咧。其實嗰個文化咧係最緊要嘅，唔係話做套戲咁簡單，係嗰、那個好多人翻翻嚟啊，啊，即係就算海外嘅人都翻翻嚟啊，嗰、那個感覺咧係令到嗰個温馨啊、鄉情啊、那個延續，其實嗰個係最緊要。係係明白，係因為其實我自己咧都一路睇緊，我都留意到啦。其實即係業界咧，即係喺嗰個防疫措施嗰度啦，神功戲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好。咁另一方面咧，其實神功戲咧係一個即係過往咧係一個培育即係青年演員咧一個好好嘅一個機會嚟嘅。冇錯。咁啊，輝哥，你認為其實即係今次呢個疫情咧，會唔會有機會影響到即係我哋個傳承嗰方面咧？一定影響到嘅。不過而家仲係喺大勢嚟講，仲係比較短暫，即係喺一年間嘅事。咁如果一路延續落去咧，嗰、那個災害唔淨止年青演員嘅，唔淨止嘅。就算嗱，我哋咁年紀大咗咧，你慢慢唔做咧，你就會好多嘢都係唔習慣得翻。你明唔明？雖然你做咗幾十年啫，但係你做咗幾十年，你唔係成日喺個台口啊。我哋系要求咩咧？我哋要求演员系成日喺个台上边嘅，嗰、那个只系演员。系系。你成日坐屋企嗰个就唔系演员嚟噶啊！咁你我哋而家就被逼坐咗喺屋企。实践好重要啊！系啊，就呢个系习惯啊。系。即系你上到个台，点解有啲年青演员就所谓怯场，所谓咩啫？佢就唔习惯个台啫嘛，唔习惯对住观众啫嘛。咁呢个其实系最重要嘅。咁我希望咧。快快脆脆有翻神功戲演出，其實神功戲咧，如果你做好一啲防備設施咧，應該當然啦，我唔係專家嚇，應該照睇係冇問題。我哋做咗四台戲咧，其實一啲事都未出過。係非常之同意輝哥所講，其實的而且確咧，疫情期間咧係即係令到年青演員咧就少咗好多即係寶貴嘅實踐嘅機會嘅。咁講到即係年青演員啦，咁不如或者我又即係問一問阿倫啦咁樣。咁就即係作為年青演員啦，咁其實我諗今次嘅疫情咧對你都帶嚟一個好大嘅衝擊啦。係。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其實即係疫情至今啦，即係對你嘅演出啦，即係造成幾大嘅影響啦？即係同埋另一方面就係即係當冇得演出嘅時候啦，即係你會點樣安排你嘅時間啊？其實我記得由喺上一年我記得我係做緊新蒸頭嘅年初一二三開锣鼓嘅，咁我記得我係年初五就再起锣鼓咁樣嘅，再做班嘅。咁我係年初三做完個日場之後，夜晚收到個消息，就係大家喺個群組度寫，而家有可能係會封館嘅啦咁樣。咁到底封定唔封咧？嚇！咁你封館係封幾耐咧？佢直接另行通知，咁死啦！我下個即係我哋新年嗰啲我哋有啲日頭喺學校度做嘅演出咧，已經係陸續由年初一已經開始取消嘅啦。其實。咁之後再到慢慢去一台就取消，跟住咧就去到新蒸頭嘅年尾又取消，跟住逐台，咁樣就開始就驚啦。初頭我哋都會諗話啊，其實你話取消可能取消一兩個禮拜應該得啦啩，點不知等下嚇、又話唔得啊，跟住之後因為我係仲有一啲出埠嘅演出嘅。係啦，即新加坡啊、馬來西亞一帶，咁我就記得新加坡嘅時候，新加坡都取消，臨出發前兩三個禮拜話取消，係啦，咁樣咯，咁就嗰段時間就我就覺得好灰嘅，係啊，即以我自己心態啊，係啊，咁啊有啲就亦都唔否認有一啲嘅
年青演員咧，有啲就會覺得，唉，大家冇意識到嗰件事可能咁嚴重，就會覺得啊，唞下啦，當唞下啦咁樣。但係其實咧，我自己又覺得咧，一唞落嚟咧就大件事啦，係啦。總之佢一話封館嗰刻，我就覺得大件事啦咁樣咯。係啊，咁但係即係嗰段時間準備，即係準備好多嘢咁。咁你話封呢個台咯，咁我咪睇下一台曲咯，係嘛？準備定下一台咯。咁下一台又話封咯，咁咪又再褪咯，就再睇下一台咯。咁我就係叫做好好彩喺嗰四台嘅棒戲裏面，我佔咗其中一台，係啦，就係、是《長洲北地彈》。係啦，咁《長洲北地彈》咧，我哋就長洲嘅鄉事委員會嗰邊咧，就本身都係諗住做埋一個長洲西灣啦，同埋呢個包山即係打照嘅。咁但係咧我哋係啱啱其實都講咗話做噶啦，但係我哋係啱啱搭正個尾戲嗰日咧，就搭正係四人限聚令。哦，係啦，咁已經係講緊，因為我哋做五晚啊嘛，北地。咁就係已經第四晚，大家我哋演員啊做緊戲噶，我未出場，我喺個雙位度啊，個咁網巾邊喺側邊話：喂喂，今晚睇下點算喎，聽日唔知做唔做到喎，而家出新聞咯喎。我總之由第一晚開始做咧，諗住冇事，點不知咧第一晚咧我就見到因為已經係做好曬所有嘅防護措施，有人探熱啊，又量體温啊，總之所有嘢做曬消毒啊，所有嘢點不知。第二晚開爐之前咧，日氣啊，有人已經嚟就話：喂，要收緊啲凳啊！咁我就又意識到，哎呀死啦！今次大鑊啦！咁你唔知會唔會做咗下終止呢台戲噶嘛？咁啊，你要喺唔知幾點鐘之前要完，咁啊嗱嗱聲做啦，係嘛？每一日做就每一日都驚，驚到最尾嗰日日氣本來話做完嘅日氣就話唔做啦，夜晚都唔做咁。當時班主又未翻嚟，咁我即係我係唯一嗰台嘅文武生，咁啊唯一真係我話事啦，要係咪先？咁我就話當時嘅鄉事委員會嘅主席咧就話我哋今晚都考慮緊到底做唔做，有可能做唔到噶啦，咁樣而家政府嗰邊打電話嚟話即係唔俾做，我話唔得喎，我話唔可以唔做喎。我話你係，即係我又好大膽啊！我承認嗰刻，我咩都冇諗，總之我就覺得一定要做埋佢，所以我就話我哋同菩薩即係集杯噶嘛，問曬噶嘛，要做噶嘛，咁做到最尾嗰晚，你話唔做，咁鄉村有咩事，邊個負責先？話如果係驚危險嘅，唔好俾觀眾咯。我淨係做俾神睇，你有個菩薩喺度噶嘛？我淨係做俾神睇。於是乎做完個日戲之後就圍曬圍欄，係啦。於是乎由台上面嘅棚面都要搬落去台下，因為限聚關係，係啦。咁樣就於是乎嗰晚就好驚險咁樣過咗嗰晚咁樣。係係係，都感受到頭先聽阿倫你講咧，即係疫情嘅反覆啦，即係令到你嘅心情啦，一次一次又期待啦，即係又變失望咁樣樣啦嚇。咁就喺疫情期間咧，即係當冇得演出嘅時候咧，咁其實你會點安排你嘅時間啊？喺疫情期間咧，咁當然就係譬如知道話。之後譬如仲有戲棚嘅，咁咪睇下一台嘅曲啊咁樣啦。咁啊，我就知道譬如北地彈做完之後，哦之後嗰啲台都唔做得啦。咁你戲院又未知幾時開啦。咁我喺度諗，既然係咁嘅，咁我隔四五個月之後，我又過馬來西亞做戲啦。咁啊，應該馬來西亞四五個月乜都得啦，係咪啊？咁我因為今次我過馬來西亞咧就係做十八日嘅。咁啊，既然係咁嘅，不如我穩定曬啲曲出嚟啦。穩定曬啲曲出嚟，我就慢慢去即係睇翻一啲邊啲唔熟嘅戲，就開始去背曲啊，去揾資料啊，去做功課啊咁樣。咁啊，一路等一路等，一個台又取消，又取消，又取消。咁啊，唯有係第呢段時間雖然話係停止，但係咧，即係對我嚟講咧。我就變咗多咗時間去思考，係啦，即係雖然話停止做唔到啫，冇得喺個台度演出啦，但係咧就會多咗時間去思考，即係例如一套戲嘅點樣去做啊，或者之前睇翻之前嘅做戲嘅碟，咁啊再去睇翻前輩嘅碟，咁啊就自己去進修，
咁啊，或者係自己又去間唔時我哋又上一啲唱腔班啦，咁啊又進修過啦，咁啊自己我哋又有翻去排練場度自己去練功啊、練打嘢啊，咁啊自己就即係 keep 住運作成個人，就唔好俾佢停咯，因為咧就係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唉，不如停一停啦，停一停之後咧就係好少時間嘅啫。但是忽然之間話開館，忽然之間話開館，仲要做送光，我記得做折子戲殺色啊，嚇到我咧，我即刻死啦死啦死啦，我又要即刻又揾資料啦，跟住之後咧，好唔慣啊，死，即係已經係即係停咗一大段時間咧，唔習慣喺個舞台上面，所以係意識到係一段日子就算停咯，停咗落嚟咧，自己個心唔可以停。係啊，非常好喎、啊！咁都見到阿倫姐喺疫情期間啊，都好努力啊嚇，即係好好準備自己。或者我又想問翻阿輝哥你啦嚇，咁就即係如果對於年青演員啦，其實即係輝哥，即係你作為我哋大家都好尊敬嘅前輩啦，你有冇啲乜嘢嘅一啲嘅寄語啦，即係或者係一啲嘅建議俾呢班嘅年青演員啊？始終一句説話，唔好俾佢停咯。係好重要呢、你個心嗰個熱量啊，最緊要你就唔好覺得唉冇噶啦，我即係好慘噶。呢樣嘢咧係打冷咗你個心咧，你就唔得掂嘅係嘛？即係我自己嘅情形咧都有咁嘅情形㗎。點解咧？即係話我哋停咗落嚟咧，因為我哋年紀大嘅，你明唔明？咁你一路對住我，如果就算有嘢做，我仲做唔做到啊？係咪啊？咁所以自己都要 keep 翻住自己一啲活動量啦嚇，即係我唔敢話練功啊嚇，即係而家我哋再練功啊，拎定架白車喺門口噶啦啊，即係嗰個練功嗰兩個字喺我哋嚟講係點樣練法係嘛？咁即係我哋都要活動翻嚇，即係喐翻。咁另外咧，我哋即係我再上舞台嘅時候咧，其實我嗰日我都好緊張，自己都緊張，你明嘛？即係太耐冇上舞台，哇！你上到個舞台個感覺係嘛？係。咁冇辦法㗎啦。我希望我哋嘅所有行家啦，唔好理你做咩嘢，各位職位嘅嚇，年青演員又好，資深演員又好，音樂員又好，咩都好啦。總之唔好俾佢停，自己 keep 住自己嚇、就有活動嘅嚇。咁我哋老實講，香港都好多地方嘅可以活動嘅嚇。即係你就算屋企唔夠地方，咁你出去公園又好，邊度都好，你點都喐下喐下，你千祈唔好俾佢停咗落嚟。一停咗落嚟咧，你自己個人越嚟越懶咧。咁就大件事嘅，係非常同意輝哥所講，即係疫情咧，其實總會有完結嘅一日嘅。咁喺呢段時間好重要啦，即係我哋大家都即係好好即係裝備好自己咁樣樣，係咁就差唔多去到最後啦，咁樣樣咁就或者都想即係問一問啊兩位啦嚇。咁其實即係凡事啦，即係都有兩面嘅咁樣。咁雖然今次嘅疫情咧，我哋失去咗好多嚇，失去咗好多。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會唔會我哋都有一啲嘅領悟啦，有一啲嘅得著咧？啲嘅啟示帶到俾我哋咧，或者我覺得譬如今次即係當然話我哋嘅演出全部停曬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響在於喺年青演員嘅立場咧，即係我又即係又好難嘅，因為咧我啊細細個即係輝哥見證我細細個開始做，咁啊變咗我就睇住即係輝哥佢一。前輩們做戲咁樣，咁咪再見到一班新入行嘅演員咧，我就覺得係亦都可以俾佢哋一個好大嘅反思，就係機會係唔係咁易嘅，即係要好珍惜喺個舞台度，即係因為有好多而家嘅新入行嘅演員就會覺得，唔夠人，我出去做得㗎啦，攞一份曲睇完之後啊得㗎啦，出去做咁。點做呢？或者可能水過鴨背做完就算㗎啦。咁但係做完之後又冇一啲嘅，已經係冇一啲嘅前輩捉住。喂，你嗰位做錯冇㗎啦，而家係咪少啦？咁啊變咗即係即係變咗冇咁珍惜喺個台上面。咁到今次呢個疫情嘅關係，而令到大家冇得演出嘅時候，就會知道哦，原來想做戲係幾咁難啊！真係嘅，想做戲幾咁難，即係我個心咧就成日都，唉，我香港做唔到，都出到浮做啊，出到浮做，即係做一日都好啊，成日都咁諗嘅。咁但係
但係即係奈何係唔得啫，係嘛？即係所以變咗就係一個領悟，就係要珍惜每一次演出嘅機會咯。是非常同意的。咁啊，輝哥你咧，你認為今次呢個疫情啦，帶咗俾我哋粵劇界啦一啲乜嘢嘅啟示咧？都係靜下來，靜下來反思。因為我覺得咧，疫情之前咧，我哋有班人實在太忙啦。太忙嘅時候咧，佢係冇去分析到我到底以後應該點做。嗱，呢個其實係一個好緊要嘅事嚇。所以我同有啲朋友都話：，喂，你好好坐落嚟諗一諗。你又應該做啲乜嘢係嘛？除咗你話啊，我少上舞台，我要裝備自己啊，再練翻啊，就再喐翻啊，咁上舞台，唔係淨係咁嘅，就係話你嘅演出應該行條咩路？你再想諗下，你再向前做個乜嘢嘅演員？即係我成日問人，你想做個乜嘢嘅演員咧？係嘛？你想達到咩目的？有咩抱負？咁你唔靜下來咧，我諗係好多人都模模糊。嚇、啊！見你係做一日咁做日和尚敲月經咁，咁樣咧對嗰個藝術進度咧，我覺得係減弱咗嘅。咁有得靜下來，再思考，再睇下旁邊嘅環境，咁我覺得呢樣係好。但係今次嘅靜咧，靜得恐怖啲啫。的確係，係啊，係啊，都非常同意輝哥所講。咁其實今次亦都係一個好好機會啦，即係俾我哋去即係靜落嚟啦嚇，即係去思考一下，即係我哋嘅未來咁樣樣嚇。咁就係啦，咁無論如何啦，咁就我希望啦，即係疫情啦可以盡快過去啦。咁我相信即係疫情過去之後咧，即係粵劇界咧一定會重新興旺蓬勃地去發展。咁就即係我哋寶貴嘅粵劇文化啦，亦都能夠一路好好咁樣去傳承落去。咁或者今日再次多謝啦嚇，即係阮兆輝教授輝哥同埋譚詠麟先生嚇，係啦咁。唔好客氣，好，唔好客氣，好多謝曬。今日嘅講座已經圓滿結束。在此，我謹代表香港公共圖書館、惠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和香港粵劇學者協會向大家致謝。再見。